各位朋友好，欢迎收看《真投资》，我是分钟真。今天指数再涨两百点，那其实从历年以来，每一次的反弹一直到回升，它都会经过这样子的过程。从最一开始，投资人不相信，一定会有疑虑，一定会有恐惧，那一直到可能说涨一千点、两千点，大家已经受不了，敢想去买，想去参与这段行情，但是又不确定它会反弹到哪里去。目前就是这样子的心态。 所以其实每一次跌升之后的反弹，或是在反转的过程，这样子的情况，它是最两难的情况，心境上会最两难，想去参与，但是又怕反弹到了满足点会拉回。所以在这个时间点，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想法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股票就是为这样子的想法量身打造，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勇者嘛。 大家一定会怕接下来的反压，接下来的经济数据。那就像我们讲的，本周没有太多的经济数据，所以对于股市来讲影响不大。但是接下来经济数据很多，那台股上方十指的压力又很重，那这样子的情况怎么办？十指压力重是事实，指数不断在涨也是事实，所以就会变成说，到底该买还是不买？该买还是不买？那每次都是这样嘛？ 当你在该买不买、该买不买这样子的心态上不断说犹豫的情况，在不断犹豫的过程，其实行情就这样走完了。所以为什么说每一次的反转或者说每一次这样子的初步的反弹，多数投资人都参与不到？关键就在这里。所以为什么我会一直强调说，这个时间点我们买的股票，我们挑选的标的，一定会有一项特质，就是说它不会受大盘影响。 它不会受到大盘的震荡，因为你去看，来今天指数今天再涨了两百点，那这一段已经正式足了一千点哦、喔，这一段反弹是正式足一千点。那就像昨天讲的，其实在一万八千点以下，它可以算是比较没有太大实质的卖压，在一万八应该说从今天以前它都算是心理层面的卖压比较重，但是在接下来一万五千一、一万五千三、一万五千六。 1> 到一万六的过程，它上方是有比较大量的实质卖压。那既然有实质卖压，也代表说指数它会需要经过震荡，需要消经过说一部分的修正，去把卖压消化掉。所以如果说有这一层疑虑的话，那一定是去挑接下来不会受大盘影响的个股吧。那你去看哦，接下来有这一群。 一万五千一、一万五千三、一万五千六、一万六千点需要去消化，所以这是食指的麦芽会比较震荡，所以预计还是会呈现一个比较大区间的震荡。只是说这个时间点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，就是说上方虽然有层层的关卡价，但是恐慌情绪已经消除。就是说，如果说六月份这样子的跌法，它是因为说恐慌情绪所造成的，因为说。 如果说恐慌、恐慌性的卖压出来，就是好股票跟坏股票一起杀嘛。不管你这档股票再好，只要说有恐慌性卖压，全部都是一起跌。但是现在不会有恐慌性的卖压，因为国安基金、国安基金这种东西，我认为说实质的影响不大啦，实质帮助不大，但是对于心理层面的帮助就很大。那心理层面的帮助大，就代表说市场上比较不容易出现恐慌性的卖股票。 那不会出现恐慌性的卖股票，你去选股票才会有意义。等于是说，在接下来可能会遇到一些指数震荡的反压，或是说拉回怎么样都好，只是说接下来就算拉回，就算震荡，但是好股票已经不会再被误杀，因为当市场上没有这样子恐慌性的卖压，去选股才有意义。否则，只要说恐慌性的卖压一出来，好股票、坏股票都是一起杀。 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就像昨天讲的，真正能能不能够说由亏转盈的关键，从现在才开始。那当然说，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，觉得说接下来反弹了一千点，还会不会有行情？会不会震荡？上方压力这么重，能不能直接越过季线或者说到年线？一定会有这一层的疑虑。 所以，我们挑选的股票，它一定是就算大盘震荡、大盘受影响，接下来的连储会升息怎么样，都不会受到影响。这个东西就是说，它的需求性要够强，而且它的下修空间要够低。那就像昨天讲的，台积电设备三纳米，三纳米这一块它是有一个逻辑顺序。好，台积电它呃，台积电设备它先从中沙升两半涨吧，那接下来。 昨天有提过，会轮到台积电后段的封测，那后段的封测就是晶彩、晶彩跟星云这些，所以包含像是晶彩今天也大涨了半根涨停以上，所以其实这一块它就是相对不会受到大盘影响，因为说它本身的需求性就很强，又加上台积电在第三季它即将要试产量产三奈米，那一旦说开始量产三奈米，不论说台积电怎么走，对于设备厂来讲，它的优势都会被放大。 因为说不，因为台积电这种股票，它的对手应该说它的比较对象应该是美元跟美债，所以台积电的股价其实它不会说很直接的带动到设备厂，所以不论说台积电怎么走，那设备厂接下来的营收都会很漂亮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台积电第二季试产，第三季量产，那试产有试产的受惠股，量产有量产的受惠股。 而且先进制程这个东西，它本来就无关需求，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，那我认为说有一半以上的股票啊，它都还是在走一个跌升反弹的格局。你去看今天，包含像是 MCU、新唐、盛群、松汉这些，包含像联电、包含像智元，今天都反弹起来。但是这些它的需求性不强，而且它的趋势也不明确。 所以成熟制成这一块，就算反弹上来，我也不建议去操作，因为只要接下来大盘出现震荡、出现拉回，它都是首当其冲的族群。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，那一定要去做区分，先把接下来会出现的震荡考量进来，什么样的产业不会因为大盘的震荡而更迭，就是现在可以买的。那也只有这样子的股票，能够让你在现在下去大买、下去加大部位，而且敢爆。 这是重点，所以像三三七四的精彩，它就是属于后段嘛。我们有说过，就是说前段涨完会轮到后段。那其实精彩今年的获利不是说太好啦，只是说它股价跌升之后，那一定会有一段超跌后的超跌后的利润。因为今年大约是六到七。那虽然说精彩它是台积电的子公司，但是毕竟精彩它的订单来源比其他的耗材厂还要晚。 所以等于是说，它的爆发期预计会落在二零二三。那你今年全年来看，大约是六到七。那六到七大约就是跟去年持平，或是说小幅度的衰退。所以他在赚的就是一个超跌后的超额利润。精彩，今天直接涨上来。那包含像是彩玉也是一样，当时有讲过嘛？彩玉它一挂牌，它算是时运很不好啦，一挂牌就遇到。 比较大幅度的修正，那一挂牌过后就直接跌破它的成交价两百九十元。那其实两百九十元的成交价已经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价位。之前有讲过，跌破成交价基本上怎么买一定都是不吃亏啦。就是说这样子便宜的价位，你现在去买进，顶多它起涨的时间就是时间早晚而已，一定会涨过去。所以在两百九十以下去买进，今天持续在上涨。 三百零九元，那其实像这样子的股票，它就是可以去无视大盘，因为第一说，它在前方本来就没有说比较大量的套牢卖压，因为它刚挂牌，那没有套牢卖压就代表说它不会跟大盘一起说要去消化前高的卖压。那重点是零点六微米的影像感测元件，它本身就有它的利基性在。那只要说一项产品、一项产业，它的利基性强，就代表说它不会受大环境影响。 那这类型的股票就是你现在可以去大买的标的，所以其实我认为说，在这个时间点，多数的投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，因为这是人性嘛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一开始的反弹，大家一定会不相信，会疑虑这合情合理。但是当反弹到了一定程度，你会开始想去参与行情，会去开始按捺不住性子，想去买，想去追，但是又。 担心说涨了一千点会不会拉回，会不会修正，会不会震荡，所以就会变成说每一次的反弹，这样反弹上去，可能说震荡之后再走高，那一直到回到原点，那会变成多数的投资人就是在买不买，买不买这样子的情绪之间下去做徘徊。那其实很多行情就是这样，买不买，买不买，行情就过了，就走完了。所以其实。 最好赚的行情就是现在，只是说，并不是说所有的股票都可以下去做操作，一定要去区分说它的刚性需求到底强不强，跟它的利基性到底强不强。那只要说它的利基性够强，这个时间点你可以完全去忽略大盘，因为已经不会有恐慌情绪了嘛。国安基金在旁边实质帮助我认为不大，但是对于市场信心帮助很大。 那市场信息一旦提升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好股票不会被错杀。好股票不会被错杀，你这个时间点去选股才有它的意义在。所以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说你要把接下来的风险考量进去，你就可以去大买。不论说 CPI 怎么样，不论说升息几码五码六码都好，都不会受到影响。这样子的股票，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去换股啦，去做操作，去大买，去赚这段行情都可以。所以三纳米先进制程是一块。 网通 IPC 也是一块，包含生技也是。那生技今天药华要涨上来，它是有机会再带动其他的新药，这等一下再来讲。所以，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最大的诉求，让你可以享受到反弹的快速获利，同时还不用担心大盘回档的风险。因为大盘从底部，如果说六月份是跌两千点，这样反弹上来涨一千点，它的涨幅，它的。 收敛的幅度已经到了一半，已经到了一半。你说要直接再涨到两千点，挑战季线，站回季线，我认为难度是高，啊，难度是比较高。毕竟说十质卖压，它就是摆在眼前，就是真的有连环套的情况，这是事实。所以一定要把这一层去考量进去。你去看哦，一万四千八百点，它其实是直接越过了，没有花太多时间去消化卖压，可能说昨天。 昨天稍微的开高走低，消化一下卖压，今天又往上冲，但是一万四千八，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卖压并不是说非常的重，那接下来会遇到比较大的关卡加在一万五千三、一万五千一到一万五千三这个位置，预计会比较震荡。那比较震荡情况之下，就是要去挑选说不会受到这一层关卡价影响的个股。 所以其实，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心态，想去参与这一段的行情，但是又担心大盘震荡回档，我们的股票绝对都是为这样子的心态量身打造的。所以包含彩玉，今天大，最高来到三百零九。那你整个台积电设备来讲，特用化学这一块算是最被低估的啦，应该不是说，应该说它的补涨空间是最大。 就像昨天讲的，其实千多的耗材，光照加灯跟一些呃升氧板全部都涨完了。那像四七五的三幅画它的力积性非常的强势，非常的强。重点是说，精密化学品、显影剂是刻一吸四意、e, 对于三纳米来讲，它的需求是非常非常的旺盛。重点是说，它有它的寡占性存在，其他的行业没办法去取代。那没办法去取代，也代表说大环境怎么变动。 它的市占率就是挂在那边，市占率不会掉，也代表说它的获利可以保持一定的水准。那以三幅画或者像上品来讲，今年的获利其实都很漂亮了。以三幅画来讲，大约是十一到十二元，目前的股价算是已经对折在对折了，所以今天也是稍微的稍微上涨，最高来到了一百四十五元左右。所以这样子，它就是底部已经足出来，那向上的空间就会比较大。 所以其实，如果说以筹码面跟整个形态来讲，如果要说接下来空间够大，不会受一些大盘回荡修正的影响，第一是说它的利基性要够强，利基性够强，不受大环境影响。那第二就是说它的筹码要比较干净。所谓的筹码干净，不是说这样叠升之后又急涨，而说叠升开始横盘，开始筑底，开始震荡打底，把卖压消化掉，该停损的停损出去。 它的空间才会大，否则很多急跌之后的急涨，它会遇到前方连环套的情况，它还是会需要花时间去做整理。所以这个时间点，我们最大的诉求就是要让你能够参与到反弹的快速获利，又加上你可以不用去担心接下来大盘可能出现的震荡，因为你说接下来大盘上方完全无压力，绝对不可能。给各位看过了，上方的。 套牢卖压是一层又加上一层，又加上说，因为本周没有太多经济数据，所以会比较顺畅。但是到了下周，联准会升息，又加上消费者信心，会有比较多的杂音出现。所以目前我们的主轴还是一样，你不需要更多在更多的标股，你只需要一档就一档就好，不受大盘影响的标股，你才敢去大买，才敢去报一个波段。 这样子的股票才能让你真正在这样子的行情赚到钱。利用广告时间直接来电，新进赚广告。所以在股票市场嘛，其实就是说，大家的目的都是赚钱。既然是赚钱，只需要锁定一档你敢大买、敢爆的股票，这样就够了。你说这个时间点的台股上方一览无余，晴空万里，绝对是骗自己。 所以只要说把接下来可能出现的震荡、可能出现的问题，先把它考量进去，这些就是你可以去买的股票。所以在我这两大平台里面，Lighter 跟 Telegram ID 都是 W 一一七八 V 一七八，前面记得加小老鼠。这两大平台先加入。如果说你已经看腻了市面上的一些一成不变的逻辑跟操作思维，里面一定会有你想看的东西，一定都是跟市场上。 不一样的逻辑跟一些逆向思考的思维，好，所以这个时间点的大盘来去看，大约是收复跌点的一半啦，就是说六月份跌了大约是两千点，那这一段上涨大约是一千点，那一千点差不多开始遇到比较偏向连环套的情况，因为说这个位置低第一次下跌一定会有低阶的买盘，再跌一点这一段震荡低阶买盘更多，那这两根长黑下来，反而说它的卖压是比较不大。 因为其实连环套这种东西，就是说，如果说它跌得够急，反而不会有太多的低阶买盘；那如果是震荡缓跌，这个位置它就会卡比较大量的套牢卖压。所以一万四千八百点它直接消化过去，但是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万五千一跟一万五千三最大量的套牢区。所以很多如果说利基性不够强的股票，它一定会跟着大盘一起去做震荡，甚至会拉回打第二只脚。 那这个时间，你说好反弹到了这个时间，那我能不能再去买？能不能去参与？其实就像我讲的嘛，要去把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震荡考量进去，只要能够对抗这些震荡，全部都可以放手去大买。所以包含像是网通也是，网通跟工业电脑我们就一起看。包含像是中磊也是小幅度的震荡，那还有像三四七九的安琴。 三四七九的安晨，因为说它题材有，那全年的获利也有，它有数位医疗，有电子纸，又有物联网，又加上全年挑战六元，大约是成长一倍，目前的股价也是不贵，这样子的股票，你在这里就可以尽情的大买，它就往上攻，它就是可以无视大盘，这样慢慢的往上攻，所以这一块它就是，不论说大盘怎么走，它都可以逆势涨，而且说这个时间点，其实你会发现。 大盘在反弹，或是说在反弹即将要转强这样子的过程里面，资金轮动速度会比较快，它会四处去点火。大盘看起来反弹一千点，但这一千点是分散在所有族群上面。可能说昨天涨 IP，昨天涨观光旅游，今天涨元宇宙，元宇宙涨完涨生计，它会以轮涨的方式往上攻。那可能说前一天的强势股，它就是涨一天两天又开始拉回。 所以一定是说锁定特定的产业，针对一项产业好好的去布局，就可以抓到目前这样子反弹的行情。那当然说，除了说网通跟 IPC 还有台积电的设备，生气它也是一块，因为生气它本身就就不跟大盘，而且也不会受大环境的影响。那当时有讲过，耀华要即将要转强这个位置。 转强之后，他会再把整个生计族群一起带出来。我知道说有一群投资人特别钟爱生计股，哦，他就是特别喜欢生计股，非生计不做。那目前的机会，现在机会来了，这就是你最好的机会。很多人说在六月份生技这么的强势，没有赚到怎么办？那就像我讲的，因为说目前的大格局，哦，做股票嘛本来就不是看一天两天，我们看的是一个大方向。 大方向其实目前的经济环境，坦白讲不是说很好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生气股它一定还有表现的空间。就是说它已经涨了一段，包括像宝瑞，包括像易德，包括像药华药，六月份涨了一大段，它一定需要去消化前方的卖压，加上底部获利的卖压，消化掉之后，它会再重新转强。所以像六四四六的药华药。 即将转强哦，它不是转强。如果说明天的续涨，可能就直接转强上去。只要转强，它会把其他的新药股一起带出来。那其实它的这一项用药，它接下来还有其他的适应症即将要解盲。那如果说解盲过了，它可能就是站稳五百元去挑战六百元。所以这一块，如果说你是对生计非常有兴趣，那非生计不做，想要去参与这样子的行情，这就是第二次的机会。 因为我们六月份已经操作过一次了嘛，所以其实我一直在在这个时间啊，大盘震荡的时间，那我们一直强调说，一定要等股票转强再去做切入，太早买没意义。就像是好，就像彩玉或像是三幅画，这个位置其实都很便宜，但是你太早买就在那边干等，浪费时间成本没意义。等到他把卖压消化完，买盘即将进场，在这个转强的时间点，我们再去做切入。 那其实整个升级族群目前就是在转强的前戏，它就即将转强。那只要说一转上去，我们就第一时间进场。所以在六月份没有跟到这些升级的标股，这就是你第二次的机会。那包含像是这一块也是，台积电设备，因为台积电设备它是比较不受大环境影响了，而且大部分的设备厂在去年的获利都不好，那都不好，在今年其实它的空间就比较大。 那像三三七四的精彩，它是比较特殊一点，今年的获利也不好，只是说它跌的够深，那跌的够深，股价自然会有一段就是说抄底的空间。所以像精彩，我们就是短线去操作，那可能说赚赚个赚个短线价差，会去把资金先去把它抽出来，因为毕竟说精彩今年的获利不是说很爆发，你说它要再回到原本的高点，我认为说难度是比较高。 那再来就是这一块，特用化学是拿三氟化当例子，里面有非常多可以去操作的标的，因为你说整个台积电设备里面，或者说耗材类，其实特用化学这一块一定是利基性最强的，它的取代性很低，因为说以整个台厂的特用化学族群来讲，半导体特用化学族群来讲，其实市占率最高的就是上品加三氟化。 那上品加三幅的话，它的市占率大约是八成左右，这么高的市占率，它其实就不会受一些产业波动的影响，所以一样是等它转强，第一时间下去做切入，这一块就是可以去留意的重点。所以我就是说，接下来你可能会，如果说明天指数续涨，那你一定会想要去做切入，那会说买跟不买之间下去做犹豫，因为毕竟说指数一直涨是事实。 但是上方卡了非常多套牢卖压也是事实，所以会变成说进退两难，到底该买还是不买？那当你在这样子犹豫的过程，最好赚的行情就过了。所以如果你你是有这样子的心态，我们的股票就是为你量身打造，可以参与这样子反弹的快速获利行情，而且你也不用去担心大盘的震荡。 所以，如果你是有这样子的投资人，不论说被套牢的股票，还是说想要去做切入，都非常的适合。最大的诉求，你可以享受到反弹快速获利，同时不用担心大盘回档的风险。那在目前的环境下，你不需要一大堆的标股，你只需要一档不会受大盘影响的标股，就够你赚。直接来电，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。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视、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